9月5日下午，韩国女星崔雪莉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手写信，感谢粉丝在她出道14年内的陪伴。2005年，雪莉参演 SBS 古装历史剧《牧童谣》出道。2009年9月5日，雪莉以组合 FX 成员身份歌手出道。2015年，因恋情等负面原因退出 FX 的活动。而今日也是 FX 出道10周年的纪念日。非凡娱乐，实时报。